开始录影了，现在有了。Hello， 哦，这样很清楚哎、欸，看你这里很清楚。我看到啊，我这个啊 ，FaceTime 啊，我的这个是 Mac 的摄像头。哦，不错不错不错。啊，算进来了。来来来来，哇，刚跟莫医师搞很久、哦。搞不定，搞不定，我不晓得是他那个 Google 的账号登录有问题啊，还是怎么样？那我要带他移除那个 Fuse 啊，那有移除了，也有跑那个移除的选项。那可是后来我就带他再去那个 Google Play Store 那边。在点那个 Fuse Meeting， 结果一点，哎，他的那个 Fuse Meeting 又是出现已安装。那我跟他讲说，那你就直接从那边再已安装再点下去，他就变成突然跳一个画面，要输入 Google 的那个密码，他就变成是他 Google 密码又忘记，他又在这边重弄了好一阵子。所以社长，你今天。很精彩的白俄罗斯简报却变都没听到，只有上一次偷宝的时候看那几张照片，呵呵，还有那个看到那个什么，那个 Joseph 你讲什么萨德六啊，萨德四啊，哦，萨姆四啦，萨姆二跟萨姆六，萨姆我那姆姆那个就是那就是现在新闻炒很凶那个。韩国配置的那个萨德，不是萨德，是萨德，不一样。哦、那个萨姆是萨姆二，那个时候是打我们 YouTube 的啦。嗯，萨姆二是打我们 YouTube， 我们几架 YouTube 是被萨姆二打下来。我们中华民国的 YouTube， 对呀、啊，不是吧？是啊，是啊，是啊，当时被打下来是萨姆二打下来。U2 是隐形轰炸机那个吗？那个是 B2。 哦，那是 B 的啊，那个那 U2 是什么？侦察机，高空侦察机、哦，是在 SR7 之前的高空侦察机。一时那条我们的黑猫中队啦，转过来。哎、欸，我们的黑猫中队、啊。OK， 那个好，现在 Joseph 在线上哈，我社长那个 Emily。Marcos 跟 Camera， 好，太好了。那么我社长，我们现在不是正式例会时间嘛，对不对？我们其他人是不是也要邀一邀，看他们有没有上线的问题？可以可以，哎，就是我有事情要讲一下，那这样子再麻烦你帮我邀一下其他人进来啊。那我要趁其他人进来之前，我要先取得社长同意一下。我已经发了。那个我可不可以现在讲一下话？虽然都一直在讲话的。我有录影啊，我这边已经有录影了，所以那个我、啊、你已经开始录影。对对对，所以我之后可以再放在 YouTube 上、欸。我可以试看看，那个肉可不可以跑影音档吗？试试看啊，试试看啊、欸。等一下，我有两个请求啦，先让我提出来一下好不好？哦、那个请说。那社长可以吗？先等等一通。好，那个，Marcos 跟 Camera， 你们两位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听到。哦 ，Marcos 回 Camera。有听到，有。好，谢谢。那两位哦，很热心，跟着我们从那个 Fuse 转到这个 Zoom 这边来啊。那也很恭喜两位，我就需要两位帮个忙一下，好不好？那个，因为今天我有在我们 QUIP 里面有提了一个那个，在临时动议有提了一点，我不晓得两位有看到了没？就是那个我们五大主委里面哈，五大主委里面有公共形象主委，原本安排是 Robert 嘛。那另外一个是福伦基金主委是 Dalia， 那因为那个公共形象主委是 Robert 的话，可是 Robert 他会是下届的这个秘书哈，所以等于是秘书跟社长是不接主委的，不接
大小主委都不接，因为社长跟秘书是所有的那个委员会就都要管到这样，所以在公共形象主委的这一块，我们需要再重新找社友来协助，那包含到那个 Dalia 的部分，那因为 Dalia 他要接我的那个财务长，所以他也怕说这样子卡的事情会太多啊，所以我们会需要说两位啊，是不是可以帮忙担任这个，一个是公共形象委员会的主委，另外一位就是那个福伦基金委员会主委，好吗？好，我想，这个部分，Camera 好了 ，Camera， 呼叫 Camera。哦，你这边都能帮忙，因为边打字边回话有点忙。OK， 没关系，直接麦克风回，因为你都拍那个形象的哦，都摄影的这样。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接那个公共形象委员会的主委，好吗 ？OK 啊，就是我时间上如果可以配合都 OK， 没问题。那Camera 是我们现任我们下届的理事吗？他是在基金的。你不是你是理事的，你是理事，你目前你是下届的理事吗？对，下届的理事。哦，好，那这样接主委，那我就可以比较可以直接讲，因为不然的话，因为我们都有所谓的职务认捐的这一块嘛啊，那可是我们就是因为人数少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个社友就会有兼顾到理事跟主委，还有一些或者是其他干部的部分。那当然你身兼数职的话，那通常福伦就会挑那个职务认捐最高的那一项，大概多半就是理事啊，来做一个职务认捐，那其他就有劳您再兼任一下。啊，因为您都是在摄影的这个行业里面啊，所以我想就请你来从这个公共这一届啊，就先帮我接公共形象主委的这个部分好吗？好 ，OK。好，那就再拜托你。到时候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可以再给我大概知道一下那个他的工作内容。可以，好，那这个私下我会再跟您报告一下。那好，那先谢谢你啊。再来一个就是那个 Marcos 的 ，Marcos， 那这样可以再请你帮忙接那个 Dalia 他的那个福伦基金委员会主委的这一块好吗？福伦基金。哦，但是我人在阿根廷啊，我怎么去看？我就是我知道，就是这个我刚刚很快速的对。其实哦，福伦基金主委啊，我们初期来讲，你是通常是什么时候会回台湾？我一般目前都是九月中，对，九月中回台湾，然后十月初黄金周以后就会到大陆去，大概待两个月。然后完了之后再回来台湾，台湾的时间基本上不多，就是台湾只有待九月到十月初嘛，九月中到十月初，完了之后就是大陆的那些行程跑完之后回来台湾，顶多再待一个礼拜这样子。了解，因为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希望从我们这一届开始，那个都来大力的推动委员会的这个功能哈。让他起来，那福伦基金的话会比较有相关会运用会动作到的部分啊哈，那就我目前的认知啊，应该是在两个时间点，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地区有时候会有办一些福伦基金的一些研习会的部分，那可能你是主委嘛，那主委当然是对你要参加要去受训要去了解啊，当然。这一块的话就看您的时间能不能配合得上啊，如果配合不上的话那没关系，我至少一定也会去，能够抽得出时间来我就一定也会去，我跟 Robert 一定都会到啊，我们会再把那个资料再 pass 到您那边你再看 okay,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对，是，也不好意思，那我再继续讲，还是你要先讲？没，你先说好了，你先说，我再看。哦，好，那另外你是那个，你因为是福伦基金主委的部分哈，那你下面还会有两个小那个小主委小罗罗，哎，对，那个不止的，不止小罗罗，那个你是下面有两个小主委，小主委还是有点 power 的啊，你的你是大主委，下面你可以再找另外两个社友协助你，当做你的委员。好啊，那个委员就真正是那个小罗罗，比如说现在方面有在笑那个 Joseph。应该也很适合你去把他拉来当你的委员。我在笑，是我这一段都不要放。应该就是笑一笑就默认了、啊。是我在笑，是我这一段如果放 YouTube 的话，大家都看到录音工上厕所。我刚刚是一起杯子，我刚刚是一起杯子。上厕所的时候，我把视讯。我要把视讯关掉了，好不好？之前没有视讯那段时间，我是在上厕所，没有错。那这样我们要先消音吗？那一段请你就是我消音一下，或是打马赛克。好了，我会处理的，这个不用担心啊。每一个主委下面呢、啊，大概有两位委员、啊哦，流眼泪啊，所以就是说，来协助分摊啊，工作，啊，可能。那个您委员部分就可以找可能我们社内你比较熟的人啊、大家私底下就帮忙一下，你不在的时候就相挺啊、你大主委下面会有两个小主委，那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有一个部分像 Kevin 刚刚讲也是在这一块啊，还有一个是 Morris、如果你没办法出席开会的话，那可能看 Kevin 会不会能不能上从台中上来一趟，或者是说就请 Morris 帮忙。 Morris 在台北嘛，他在对。他在台北，在台科大当教授。台科大当教授，英文老师那个。是。英文教授那个，对。对。好，那就今天晚上我们就直接解决这件事情了。谢谢两位啊。那也跟社长报告一下，我们第三届的这个委员会的部分，因为是用遴选的，所以我有看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不需，那个是直接由我指定的，所以也不需要经过那个理事会的讨论啊或什么。就是由我来邀请啊，来请你们协助我这样子，那我们就把它定案。所以再来的话，那个Emily 有听到吗？Hello, Emily， 有听到。好，那就再麻烦你帮我问一下哈。我们这个主委的名单要变更的话，后续再麻烦您做这个的执行，这样子。啊，我直接回复您，因为我们还没有报社会局，所以那些名单都还可以变。哦，好，那太好，那也 OK。我在五月份会做变更申请。是。好，那就这样子定案。那再麻烦您把那个名单修改一下哈。像我那天把它拍照起来传到我们大群里面给大家看一下，让那个 camera 也好，就那个 Marcos 啊，诶 Marcos 又离开了，退线了，退掉了。 Marcos 怎么离线了？那好， camera 还在线上啊，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说，诶，他们现在隶属的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委员的主委，那他们底下有没有人这样。Kimura， 你任那个公共形象委员会主委比较简单，因为你下面就也没有其他的小主委，所以您也是一样，就再找两个社友啊，大家当委员啊，然后互相 cover 一下。那慢慢来，我们会有设定的不同的这个群组的部分啊，会再帮你们把它加进来啊。我慢慢也在 study 那个社长手册的部分。还有看到了各个不同的委员会的功能是什么，你们的应该负责的工作范围是什么，我会再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这样。那这是一块。第二部分的话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只有六个人在这边啊。
谢谢 Kim 啦。那那个，可以跟您报告一下吗？是，请说。我今天给您的那几个第三届招兵买马的各个表格，你可以参考着用，因为其他社办里面的机密都是用那个表格，今天一共给了你。哦，好。那请大家去填回来，我们用这个为依据，可能会比较。我可能利用六日的，因为我这两天开始会比较忙一点哦。嗯。我可能六日的时间再看一下，然后我会再一一再跟那个社友们来讨论这样。嗯。那我觉得现在，请说。如果需要修改，要告诉我。好，我先看一下那个内容。那第二件事，刚刚您说的放在大群里的是放组织表吗？如果修改的，对，放修改完的组织表。好，那个就直接放那五大委员会就好，理事的那一栏不用拍了。哦，我是整张 Excel 表。你不要直接传张 Excel 表，请你就也跟我一样，就把它拍照起来啊，哈，让大家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直接看，比较方便了。OK。比较直觉式的去获得那个资讯，我想应该是会比较方便。那再来我们好，我们一个一个时间点来。再来就是下礼拜的那个3月18号，那因为 Delia 今天有提到一点啊，我们可能，不过社长哦，因为现在这两个活动算是您任内的这个活动，所以说真的，我也不便介入太多，还是由社长您这边起头带头的部分。那因为 Daddy 有提到那个车趟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或许可以在 LINE 里面吆喝一下，那大家要从台北来基隆的那天有几个人。那 Emily 已经有在记事本里面开接龙了，不过好像我们接龙的状况目前好像只有我在报名，可能也要再互相呼吁一下大家到那边去报名接龙啊，人数比较确定之后顺便也可以去抓出来，台北出发的社友有谁啊，有车，那是不是跟我们那天要去纳罗一样啊，我们约在某一个定点啊，大家再坐过来。 Delia， 我的意思是，其实如果尽可能大家能够凑到同样的交通工具来啊，是比较好啊，因为你们是我们大家都是来做服务啊，哈啊，那弄到你们还要就自己搭车到基隆，然后再从火车站再搭车到那边啊，我觉得这样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啊，我们尽量大家来凑凑看，可是我那天我就是在基隆啊，我比较没办法跑到台北再跑回来接，这样就少了一台车。啊，社长是从新竹上来，那沿路可以再抓几个的。所以那个社长这边可以再坐三位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三位。然后社长这边以 Emily 的东西为主，因为那是社上最主要的要承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假设他的车子应该还剩两个位置，这样对吗？Emily 的东西都可以丢后车厢啊。所以就是社长跟 Emily， 那后座还有三个人啊，还有三个位置这样子。哦，好，那就还有三个位置，那按、你一个嘛，可以，所以就还有两个这样子。两个位置，那看如果谁坐不下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看说帮他安排车子了。那个，我想那一天应该 Robert 跟 David 应该也会来，所以。Robert 应该也有车 ，David 是也确定有车，而且 David 又有到过学校，所以 David 开车是相对合适的部分。当然有其他社友要多开车自己来，这个当然也是很欢迎的、啊。这样。我有另外一个提醒、啊、就是说是，因为社长是从新竹上来，那必须有一个交通时间。那如果说台北的社友，可以提早到现场布置，或者是说现场需要提早有人力的话，那 David 或 Robert 的车，就是等于是说，假设有三台车的话，可以看有一台车就先来，对，要先去，那就先来的那台车就直接载 Emily 吧，载 Emily 跟那些东西来布置也好。那因为离我家最近哈，那我一定是会
会提早到现场那样子。那这个部分，不然这样子好了 ，Dalia 这一份腿毛的企划书是麻烦您写的嘛？那可不可以就好人做到底一下？我要开始丢功课出来了，就是那请你啊，对你也还没去那个 QRP 那边玩过，对不对？你只有读过人家的文章嘛？有啊，我其实在上面留过很多次了耶。留过，我怎么好像都没看？那这样子好了，那麻烦你到那个腿毛的那个活动资料夹里面啊，然后再开另外一个 page， 然后就直接写那一天的那个交通安排的部分，然后就直接把需求提出来说，我们需要有一台车是在那个 Emily， 然后可能抓一下时间，因为从我这样子讲哈，从我这样子讲，你就大概开始记一下好吗？再麻烦一下。我们你说我哎、欸，我们那天活动是排九点到十一点嘛，对不对？九点，所以、哦、对，所以九点开始的话，我们如果说从台北到综合国小是下综合路交流道，相关的一些地点的细节啊，我可以私底下再跟你讲。好，那大概车趟从台北到基隆大约抓自己开车抓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OK， 对。那所以你可能写一下第一台车，说不定就八点就出门。我建议再早一点。看是谁开车，你建议再早一点啊。对，因为第一的，他是有学生的那种现场状况会比较多。我是建议大概七点或七点半从台北，就是已经要车子要抵达台北，然后从台北到基隆。好，我知道意思，因为我其实不太敢讲要到七点或七点半，是也是看也是都是要看其他舍友啊，他们觉得方便的时间啊。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旗子过去现场以后还要粘贴嘛，然后还要瞧网路的位置哦，还要录影哦。哦，这个 setting 的时间，因为我们没有办，假设我们可以前一天去 setting 是 OK 的，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当天早上才进行的话，我就建议大家都早。这样也是没错。那好，那我跟你讲哈，现在 David 不在这边，他在日本，那我们就挖个坑给他。那你就直接写一下，看是不是第一台车啊，就请副社长啊协助就开着，就请他七点半啊，看七点半，假设约在台北火车站或某一个地方，然后还有其他的舍友是可以的话，因为就 David 就由副社长载着 Emily。然后他看还有哪些舍友也能够早一点帮忙的，就约在那个地方，那就叫那个算第一台车。因为 Emily 他到现场可能要布置红布条，红布条要不要买？待会要请社长裁决一下啊。那还有社企那些硬体设备的架构起来。那 David 的话，副社长他对网络的东西很熟，这一块我相对很弱，所以希望由副社长也开最早的那台车到现场去架构，帮大家架构这一块啊，我想是有帮助的。啊，社长因为真的是比较远，所以我们如果要约七点七点的话，他可能是六点出门应该来得及啊。所以就排第一台车啊，那我们先暂定看是，我想七点半应该够了啦，七点半提早到八点啊。然后花半个小时架构那些八点半了、然后还可以慢慢吃个早餐等这样，所以就麻烦你开一个配局哈，然后安排一下那个那天的车辆的安排、人员的配置啊，还有就是那再请舍友们啊，就到 QUIP 那边去留言，填下您方便出门的那个时间啊，要搭谁的车。我们慢慢就把大家的习惯啊就拉到那个 QIP 那边的部分。那对不起哦，请问一下那个如果都在 QIP 作业的话，那个记事本的接龙这样是不是会变双头马车，还是就指定一个地方就好？记事本的接龙。其实 QUIP 能够
讨论的事情比较多，大家能够表达意见的方式也比较多。我这个社长的意思，这个还是由社长来裁决啊。QUIP 要怎么接龙？要在 QUIP 接过龙？其实那就像我最近在跟 Joseph 都有在看那个年会的那个那什么复议，那个复议有还是什么人啊？他们不是有可以在一个地方加备注之类的吗？对啊，所以我想知道怎么可以行不行 ？Joseph 你会吗？还是其实我们就写，比如说 Sean 加一。然后要坐几点的车之类的。哪一个部分啊？我现在在做 QIP 的一些那个教学影片，所以我不知道你讲的是指的是什么。哦，你可能刚刚没有听到，我跟 Dalia 在讨，我跟 Dalia 在讨论的是，我请他要做一个 page 出来哈，对，针对在苍蝇的腿毛里面再做一个 page 出来，然后。就这一个 page 是专门写那一天的交通配置，比如说，那您报名了，那有几台，有谁要开车，那有一台要特别早到，所以就是比如说是7:30从台北发车，啊，假设是由副社长开的话，那由谁报名去坐那一台车，那一定是有 Emily 还要带着一堆东西，那看还有其他舍友。是可以在这个 page 里面怎样子报名？那就另外开个 page 就好了。就是单独其实是你可以单独，就是说单独像我们在按赞成的那个部分没有。我不是后来把我们那个这次地区的那个文件嘛，我们不是在为了怕原文件的混乱，我们是另外开了一个大家可以在那边做投票的嘛。哦，对，那个是算是要做那个吗？评论嘛，对对对，要用那个方式来做吗？那个是针对你，比如说你我对那个也不熟，不晓得怎样子方式比较顺畅。没关系，那我来弄一下好了，我等一下去看一下，那是在 QVIP 上面的那个苍蝇的腿毛的部分，关于交通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是还好，因为我们那一个page的话，不是要用来讨论议会的议程。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要在那一个 page 里面去填上你自己的名字啊，那一个页面我们拉过来是可以直接编辑的嘛，那等于就是可以直接编辑啊，对，比如说第一车就是那个 VP 副社长的，好，那你要坐那一台，你可以自发性的提早到的话，那就填写在那台车下面啊，再来就是有比如说就是8:00 or 8:30又有另外一台车，那我跟你说我觉得这样子，我现在在 QA 上面做，我现在直接在 QA 上面做，然后大家看，大家都看得到吧，大家看嘛，然后有什么直接我们就一边在弄 QIP 一边这样讨论也可以啊。像我讲一下好吗？这样时间会拖太长了，我想我们今天先就那个大方向弄 QIP 是另外找时间啊，再来踹 Dalia 请说。对，我想这样子哦，因为那个 QIP 可能 Joseph 这边比较熟哈、哦，我想我们就分工合作。我先分工合作的部分就是说，让 Joseph 先把那个 page 建出来。对，他负责把 QIP 的 page 建出来，那我这边的力气就花在就是说跟。帮大家整理一下那个，对对对，就是我可能亲自的问他们的一些情况，这样，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这样。OK， 好的。那个3月18号、3月20号这两天 ，Camera 都不行上来了。大概是说有事，日子都比较好啊。Camera 有听到吗？啊哦，对哦，好像我有看过这样子的讯息过。是，所以两个礼拜又刚好有事，那但是至少知道的是4月8号是会上来啊。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大家互相哈，大家互相鼓励一下其他舍友啊，那个18号跟25号能来的尽量来啊，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希望大家主力啊放在18号。
因为3月18号是我们自己设办的，人数比较少的很夸张啊，因为3月25号是联合办的，虽然我们基尔是主办啦，但是是因为联合办的关系，人数总是比较多啊，按人来的当然尽量来帮忙这样子的。那社长那个，哇，剩余时间9分钟，好，那我们要快了。社长，那我们那个两个活动的红布条要不要做？要要做啊，不然我们请给指示了，就做了。对啊，做要做，我们才能拍得像片。那那个是不是因为红布条那个部分，我之前有跟啊？红布条会没有预算吗？没有预算。Emily， 没有预算的话就预备金吧。我不是还有预备金？我记得应该最后不是有预备金。红布条我们是不是做一条就好了？照我之前曾经跟那个三菱的那个李小姐有没有讨论过，因为我们比如说像那个352021的那一块啊，因为我们布条只要印一条啊，有一些基本上字都一样，比如说台北基业网络福人社那些就是固定把它印刷上去，那我们未来是地区会变成是3521嘛，所以我们布条我个人建议我们就直接印3521，然后再请那个做布条的厂商印另外一个小张的一个零的字啊，让我们暂时性的把它贴在那边，这样到七月开始过后啊，我们就不用再多花另外一个红布条的钱了，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吗？邱师傅已经建好交通规划表了，这个可能我们待会再大家在那边看一下。所以，那 Emily，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知道。可以哈，那这个再请您这边跟那个社长丢出来那个专门在做福人的那个那一间厂商啊，去接触去接洽看看哦。可以。啊。然后那个社长就是有点头答应做那个红布条嘛，啊，看看有没有钱。那你那边现在还需要还差什么物资或是什么帮忙之类？好，第一点，3月18号如果我当副社长的车是直接在台北车站还是到社办？因为显微镜在这个礼拜五，我今天中午已经去代店汇款了。14580元，他货今天会出，应该是明天或后天会到社办。那我想知道说，如果要来协助我的人，应该在哪里约见面？还是我要扛着显微镜回家再跟大家见面？然后第二点，3月25号进摊的活动。目前回报人数，周美一个人，木星没有人，双西目前还没有回报，我们自己也没有人数告诉我，那就是告诉我这些就可以，我必须回报给一间厨房。哇，这样人很少呢。对，这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多动员。我个人有一个提议哦，跟社长报告一下。我这个时候我想哦，要运用到社长的这个名义。这个亲自打电话去母社啊，周美跟双溪跟木星啊的社长那边去打声招呼，你看会不会有帮助？他们周美社3月25号有活动强蹦，他们是、哦、也改变他们的行程，是哦，改在礼拜六。那木星本来就有例外什么例会，对，移动例会吧。那当初我们在询问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讲了，因为我们太晚定这些日期了。我们在定的时候，木星已经讲3月25号，他们对，我知道，我这个我有印象。嗯，周美是谁？他们改时间的。那就看能不能说派个代表来之类的了。周美他是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他们可能也是有另外的什么活动，有改期刚好就改到那一天了，就变强碰。是哦。
刚刚 Emily 是这样子讲，还是你要跟 Emilta 那边再聊一下之类的。那所以这样子看来，我们那一天我们办哈，那我们的社友也还是要多动员一下，多找社友来啊，社友再找朋友来啊，那不然那个场面这样，那三五只猫做净摊，这样还蛮冷清的啊，到那一天的海边。那双溪呢？双溪目前还没有回我人数。啊，明天我们社秘会了，我亲自去问。对对，你社秘会必须报告这个哦，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大概多少人。社秘会亲自去问的，说现在对社秘会，您要做净摊的报告，我已经把议程丢给大家了。所以我们那个议程明天要印出来嘛，对不对？应该会讨论到。议程我在今天下午就丢到理事群组里了，那麻烦还是我要再个别丢给你。明天印给我吧，明天见面的时候印给我吧。明天你我明天不会去。那我那个，我现在丢给你。那我们印的那些东西我们不需要印，我只要今天做统计人数、定场地跟确认人数这样就好了。我们做主办社还要去付钱，这样子。议程已经都出来了，我现在刚丢给你了。是我记得议程之前他们都印出来一人一份。今天又有做修订，那个之前是之前的，这次是明天的。所以明天是大家都不发纸本的议程是这样吗？有，只有一点点而已。明天总共九个人出席。那个纸本会，那个 CP Jacky 呢，木星社会印，他是记录要印。哦，木星会印。OK。生命会的执行就是由助理总监社来做很多沟通协调跟议程的准备，然后副秘书来做记录，那记录要做资料的列印跟签到表跟记录的发，然后我们主办社就要定场地跟确认人数、统计人数跟付费。时间快到了，所以一定要去付钱是这样吗？对，我今天统计回报一克咖啡总共九位出席。所以我是付完钱之后再拿发票回来跟你请款。社秘会是由社长秘书来分摊费用，不跟社内的费用支付。OK， 社长秘书分的。OK， 好。对。等一下，先讲一下，我们等一下被踢出去之后，再重新申请连结，在大群里面再发布新的连结吗？先讲好这个事情。换个人开会议室吧，我们轮流换个人开嘛。像你可以开吗？因为我今天开过了。要怎么开？换人开。就是不是有开过吗？我现在这次就是我开的啊。这次就是我开的，对，换人开。那要怎么开？直接上路要那个。等一下登录的画面，我直接登录这样就好了。然后告诉我们号码。对、，OK， 主要是号码。那等一下换我来开看 ，OK。好，那我们继续。讲到完。对。要讨论到哪里？社秘会统计人数。那社秘会那个 Kevin 也那个什么 Robert 也一起去参加，那是一起去吗？因为我家里有事，我没办法过去。这一届是 Nina 跟社长去。Nina 委托那个啦 Robert 去。Nina 委托。对啊，所以是 Robert， 那就是 Robert 跟社长去的。我已经也把出席人数丢给在群里面啦。好，所以社秘会就没问题了嘛，对不对？是。好，然后
那个苍蝇腿毛跟那个什么净滩呢？还有活动还有什么疑问跟问题吗？净滩人数也要回报一间厨房。哦，我知道。等一下，跟人家谈。等一下。那没关系，那就大概是这样。哦，好 ，Kimi 要先下线了。晚安，不好意思，我帮你弄这么晚了。晚安，我拍给你。可以了，开始录了。哦，好，那就是这样子，大家有听到，就是你要开放权限给谁，那就移到那个人的大头上的右上角有一些点点点啊、哦，那点下去就有很多的选项，那倒数第三项就会有那个允许录影，或者是把它设为主持人。那可能把它设为主持人，就是别人可以操作那个简报，可能是这样子吧，对。可能我们有一些主讲人，邀请的主讲人，我们就这样子，那他就变成我们帮他开好之后，对，再开给他，应该是这样，可能是这样的吧。哎，有两个。OK， 那这样我们那个主委的事情也很高兴今天有搞定了、哦、那。3月18号、25号的事情，刚刚也讨论。再来就是那个4月8号的部分啊，4月8号部分，那个我觉得就是我的提议不错，就是我们就利用那个 QIP 里面啊，我来问问看 Robert 能不能够把他的那些不同版本的照片，看有没有办法把它贴到 QIP 里面。不晓得这样会不会很难弄啊？那个 QIP 是 Joseph 你比较熟，还是 Billy 还是社长 ？David 比较熟 ，David 比较熟。嗯，好，那我可能再请那个 Robert 那边来问一下。那我们可能就是一样建制在那个筹备社庆筹备会的那个 flyer 夹里面，让大家再去那边留言啊，看得票最多，我们就选那个版本，因为那个。行路 DM 一定要在3月这个礼拜五之前、啊、我们就一定要定稿。我们越早定稿，越早发出去、啊、那邀请的时间越长，对我们能够找到的人也就越多。啊、我们难得会找到这么优质的这个知名的主讲者、啊、希望大家赶快利用这次的机会来，赶快多 promote 一下，也把它当成是招募会的方式啊，多找朋友进来。那所以，Dalia， 您开始会一个一个打电话给社友，邀请他们来参加嘛？那可能同一通电话里面再请你，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到 QIP 里面，然后去选一下我们邀请函的这个版本，投下他喜欢的那一票就好了。啊，让大家有一些参与度啊，去弄啊，让这样子。所以4月8号社庆的部分，Emily 要再麻烦你这两天再去订那个布朗咖啡嘛。然后，所以确定是南京店是不是？哎，就确定那边，因为也是因为那个地点的关系哈、哦。才让那个说真的，就是因为地点的关系，才让那个谭敦子啊，真的是破例点头了这样，不然他一向哦是不接假日，啊也不接晚上的啊。他是因为离他家近吗？还是怎么样？对，没错，我就突然想到一点，我就跟他聊了很多啊，啊怎么讲都讲不来，我就跟他讲说，哎，那个。老师，你是住哪里？他说住大安区。我说，哎、欸，啊，其实我们这次地点就在那个松江南京，在那新生高架旁边。我一讲博朗咖啡，他马上就知道。他说，哦，那个地点我去过好几次啊，很多银行的聚会都办在那里。我说，哦，那这样子你很熟嘛？那这样还是有没有机会？嗯，这样我倒是有可以开始考虑。他就开始松动。我就开始继续在加强活力哦，后来真的是很幸运。他说他那天其实中午又还去台中，他怕赶不来啊。我已经跟他开放大决啊，我说没关系，你几点到，我们几点开你的主题，我们其他就用会议时间来撑，都 OK， 我配合你、啊。
对，所以就很幸运邀请到他这样。所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得要尽快确认人数，赶快广邀一堆人出去之后啊，那尽快看能不能至少满那个办到三十本以上的部分，去买到那个75折的价格。好，那我想我今天比较啰嗦，大概要跟大家提报的事情到这边，还没有其他人问题，我还是把主持棒交还给社长啊。我应该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明天社密会，我要杀上去，难得我们今天出国旅游去、哦。拜托了，拜托你杀上来哦，那务必好好替那两个，一定要记得那两个活动啊、哦，多多拉人，一个啦，就是近滩那个啦，今天3月18号他们不会来啦，就近滩那个多拉些人来，多拉些人来。嗯，社长，请加油了。真的要请加油。好，那舅师傅那边有什么事吗？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就、没有，目前没有。那因为台湾时间11:30也很晚了，那社长这边，那是不是做个 ending 一下呢？那就赶快放大家去睡觉。好，谢谢大家， okay. 谢谢大家，好，晚安啊、哦，好，那我们下次就晚安，就用弄了，下次。哎，那我们是什么时候要投票？投票用弄，还是先在大群里面问问看？已经在 LINE 投票了。哎，已经有在 LINE 投票了。LINE 里面有人已经开始投票，那个哎，我刚想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已经断掉了吗？还没。哦，好，忘记了，那想起来再说。哦，好、啊、好、啊、好、啊，那里面有投票，我们还没看到哎。有，在大群里面呢、啊。在好像在理事群吧。哦，理事群呢、啊？对，还是在理事群。看一下。就是、啊，对，我讲一下，有一位那个阿汤哥哈、哦，他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之前有跟那个非洲最高社有一些联系嘛？然后有一个就是他骑着单车然后全世界旅游的一个阿汤哥，他现在在非洲这样子。然后我问他说你要不要去那个非洲最高峰啊，他说他没经费。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他这样。那是这样。我等一下把他的 Facebook 播上来大家看吧。我们有人跟非洲最高社有联系吗？应该没有、哦，没有吧？对啊，那可能就帮不上忙。Billy 社长手敲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女的？对，那个那是什么社？那好像是不是非洲的？不是女的，那个是 S 光机的。对啊，那个是 S 光机的。哦，对对对，那是 S 光机的。对对对，所以那就没有了。对，没关系，到时候再说吧。有的话再，就是有这个事情而已啦。能帮就帮，不能帮无所谓啊。反正就是，嗯，就是我们。哦，对对对，那，哦，好啦，也很晚了。我们什么时候可能来开个那个五大组委的小会一下？那我再来看怎么一个样子约时间好了。社长，你知道 David 大概什么时候从日本回来吗？不知道哎。那好吧，那在 LINE 里面再问问看好了。好啊，对，我想起来了。那我这边大概就这样。我想起来了。我想说的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在会议室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半个小时就先开起来？因为这个蛮重要，因为如果我们那个下一次如果是正式用的话，那我们已经有账号了嘛，那你最基本的可以录9个小时，是不是？我们先把前半个小时先把大家
就是登录的问题啦，声音的问题啦，在这个前半个小时先把它解决，不然我们这样整个录，整个下来的会议品质会不理想。可以啊，先开大家。好不好？我们提早，提早作业，这样就是需要 Emily 也需要提早就定位。如果说 Emily 的账号，我这边可以开的话，如果我已经在线的话，那如果可以这样子吗？不知道这种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用 Emily 的账号去买这个，就是社团啦，社团的账号密码，可以给那个，就是我用我这边登录，然后就先开起来。哦 ，Daddy 有那个谁 Emily 有回来，他说他在 Fuse 的时候，他都是提早前半个小时就开了。那我想，哦、okay, 那应该就也是 OK、啊。那就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嗯啊、如果真不行，可能到时候再跟社长讨论一下。是不是那个？因为我们是晚上啊，你那边是白天，对，说不定你处理，在你女儿回来之后，你就可以先开，对，倒也是一个，对，倒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而且我是越开精神越好，你们是越开精神越不好。对，真的，眼睛都红湿了。对。那没关系了，到时候再研究嘛。这个是只是一个想，只是一个就是。一个那个，反正基本上那这样都没有问题。对，是。好，就是，拜托你了。不会，那个、这个组委的指导手册不是这个是、啊、组委的指导手册要看的、啊、要看的要看。我找时间看一下，我找时间看一下。拜托了。啊，你们开心就比较没时间。Okay, 那我就大概这样子了，谢谢。OK， 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晚安。那就是这个就给你关吗？哎，不是，是你那边关啊？你是、哦、我这边关。对，你那边，我这边停到录影。哦，那你录影停掉吗？